Hello 小猪耳朵 ，Hello 三声堂 ，Hello 上庭。好的，可以放上来。今天怎么拿工具？我常常都有拿工具啊。只是今天还没架好，现在才架。我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呆呀？啊，我今天把头发绑起来，弄一个包包，因为好热。Hello。嗨，傅伟，嗨，朱莉恩 ，Hello， 田庄豆莉吗？谢谢祥玉的新之冠，太亮了，把窗帘关起来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好难。哎呦喂呀，好难。期待开学吗？当然不期待啊，怎么会期待开学？我不想开学，一点都不想开学。我这边长了一个包包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桌子好乱。你看到了？我们这是厨房。谢谢洛日一笑的戳戳你 ，Hello， 谢谢。哦，这是厨房嘛，所以就很多很多像麦片啊，还有就是一罐一罐的什么一些有的没的奇怪的东西，蜂蜜啊，还有一些东西，全部都丢在桌上这样，还有茶叶，然后那个这个海苔粉。我们超多这个的，我们就做好好吃。反正我们厨房它就放了超级多，那个超级多在厨房会用到的东西，全部都堆在桌上这样子。好想放长假，我也想。我是不是算已经放了？我也想，我想出去玩哦。我也想那种就是真的。真的都没有事情的长假，因为现在你看，现在那个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每个礼拜，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还蛮多培训的，就是除了六日，平日有时候也平日也蛮多的，所以那个我爸妈还有就是我妈，她每次都说她要带弟弟妹妹出去玩，然后每次都不带我，因为我都要练习，我都没办法跟。所以我也超想跟他们出去玩的，我也好想要放那种真正没有事的长假。现在在厨房煮午餐来吃吧。真的吗？你要看我煮东西吗？我礼拜要去买东西，所以没办法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午餐哦，我要煮什么好？妈妈说她会帮我买。他们都去哪玩？就去那个啊，住饭店，像那个前阵子他们跑去淡水玩，然后这次他们说他们想去台中，但是就是台中就很远啊，就我也跟不了啊。因为如果是淡水的话，我在台北培训完，我可能还能跑去淡水看他们这样子，但是台中超远的耶。他们去台中玩，然后我又跟不到，我就真的要很无聊了。他们跑出去玩，然后就我没有跟，好讨厌，所以我就一直说你们不要急着出去玩啊，这样。可是他们又说不行，他们一定要出去玩，讨厌。
好豪华，还好啦。台中去找，不是啊，重点是我们假日都在台北培训啊，而且他假日也在台北啊，就是我不可能，就是他也不可能说练习完先回台中，然后隔天一早又跑来台北，他不会这样，他会直接住在台北，所以根本不可能。跟成员玩是可以啊，可是台北好像没什么好玩的感觉。每次都说要出去逛逛，但是真的出去逛之后都不知道逛什么。我每次跟卢卡逛街，基本上都在吃东西，就会先吃东西吃一阵，就是会先找个餐厅吃，然后吃蛮久的，然后再去逛一逛。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，因为我不喜欢晒太阳，所以那种游乐园什么我就没有很喜欢，然后就好像也没有什么，就好像是不是只剩逛街啊？还是你们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？你们有推荐那个台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因为我不喜欢游乐园呢，那除了游乐园，百货公司还有什么地方？好像没有什么了呢。帮我撑伞哦，重点是很热啊，我不喜欢在户外，我喜欢待在室内。我是 indoor 派，对，我是室内派的，非常室内派。Hello, 吴一凯，都要开学了，开学还是要上台北，就我一下课，然后又要跑去台北，好远哦，好远哦，然后他们又要出去玩，讨厌，都不带我，偷抱怨，偷在这边抱怨一下，现在比较不热，现在是比较不热，没错，但是就是比较不热，但还是有点热啊。现在就是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热，但是在外面走一走还是会热，我就不喜欢。我喜欢在室内凉快的地方。室内就只能等有展览去逛逛之类的。对，好像真的是这样子齁。所以我们平常，我跟卢卡平常一起逛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吃东西，然后买饮料那些，然后逛一逛，就是看一看衣服，看看鞋子这样。对啊，是也没有很喜欢在室外啊。我感觉他好像也没有很喜欢在外面晒太阳的感觉，他也是比较会往室内跑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啊？而且那个 Luca 不是说他很少买手摇杯吗？我觉得他前阵子很常买，会不会是我害的啊？因为我都说我要买，然后我在买的时候，他有时候看一看就说那他也买一杯好了，是不是被我影响到了？谢谢生气糖的心之冠，跟你出去他都好吧？哦，真的吗？室内室外都好是吗？可是我实在是，我真的很宅啊，我就是超级室内派啊，我没办法待在户外太久，我会昏倒，我会中暑。哎呦，我哪有害怕变胖，他很瘦啊，没关系，他超瘦的。他比我瘦，OK 啦，我都喝成那样子了。我今天好素哦，我今天素颜上阵耶。就我真的很常买饮料，我基本上只要出去我都买饮料。
啊，卢卡没那么长啦、啊。通常还蛮多时候是我去买啊，我自己买，他没有买啦、啊。但是有时候我买的时候，他也会说，那他也买好了。对，我是基本上，我好像每天，我好像每天一杯，嗯，我基本上每天一杯，有时候一天两杯，有点多。哈喽草莓酱，嗨莫里斯，宅没有不好啊，开心就好。对啊，真的真的，但是就不知道，就是，嗯，就是虽然宅也没有不好，但是就是人家会说，那你怎么不出去玩或是什么，嗯，就会变成玩的东西变很少的感觉。他就算胖喜欢就好之类的吗？对啊，的确的确，喜欢就好，我们喜欢就好，身材不是重点。前辈可以叫后辈去帮你买饮料。不会不会，我自己去买的。难怪小菊穿不下，哎、欸，哎欠打、欸，傻眼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我哪有，我不是穿不下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。那件真的很紧，那件真的很小，连那个哎、欸，连熊妹穿都说很紧哎、欸，熊妹很瘦，连熊妹穿都说很紧，那件真的很紧。我一开始穿，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穿，我就觉得很紧，所以其实我也没胖多少，我就胖一点而已。但是真的很紧啊，就是原本就很紧了，那我只要再胖稍微一点点，就变超级紧。就我就胖一点点而已、啊，我刚进来穿那件就很紧，然后我刚进来到现在，我大概胖一公斤多一点吧，一公斤多一些，多一点点，就还好。但是因为本来就很紧，所以就算只胖一点点，也会变更紧这样子。那真的不能怪我好不好？没有办法。你那样比较好看，你说我现在胖一点点比较好看吗？心里有宅，出门也在宅，出门也宅，厉害厉害。怎么办？这次剩下你跟我买的包子都一样，那很好啊。你上次买太多人家的了，不能再买那么多了啦。谢谢谢谢小玉 ，Hello CPCO。桃园水族馆哦，可是听说那个很多人的，我不喜欢人挤人，我不喜欢太多人的，太多人逛得很不尽兴，就感觉会被挤来挤去。我一直流鼻水，我是不是不知道什么？可是感觉最近那么热，哪有什么好感冒的？可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流鼻水。会不会是冷气吹太冷？门票很贵，550啊！真的假的？550哦，还真的有点贵。那要去看吗？好看吗？你们去看过了吗？哦，翔玉去看过对不对？你觉得好看吗？今天可以跟主播 ，Hello 夏夏，平常日还好，不是啊，我开学了，我开学了，我怎么去平常日？又过敏了，感觉不太像过敏哎，可是就会流鼻水，还是过敏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会流鼻水。红叶莓比较便宜，好贵哦。哦，你没去。哦，看照片而已。那你觉得？对啊，为什么你免费的不去？好好笑啊！我如果免费，我一定会去看。而且新开的，而且那个感觉很厉害，不是吗？就是被大家讲的好像很好看，很厉害一样。自我放假，我不行，我怕被打。我已经大四了耶！我这学期我再被打，完蛋，我就要演毕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这学期太危险，这学期就是这学就是
四年级已经是最后一年了，对，一定要好好的，好好的过，好好的过去，嗯，过完，不然就完蛋了，因为就没有机会再重修了，不行。啊，要好好好好好好上课，对，不能翘课。我之前有一堂课比较长翘，然后。欸，我真的觉得很夸张欸，我之前那堂课 我明明考试都有及格，就是都还蛮高，就至少也七八十分，作业我也都有交，但是我很常翘他的课，结果我就被他当了，超扯的欸，我明明考试成绩都有及格，然后我就被他当，唉，我那个时候欸，我那个时候还超有自信的，我还想说我一定会过，我就想说啊，我一定会过啦，我考试成绩都七八十分肯定过这样。就被当了，哈哈哈，太可恶！大家是不是躺着过？没有，哪有啊？谁躺着过？哪里躺着过？没有没有。大四课没有啊，就是自己选的课啊。因为我们毕业门槛，我们要的学分很多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大四课也还是蛮多的。出席分数没有出席分数，而且他不点名的。他那个老师一整学期都没有点名，超扯的！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打。我觉得现在老师对我很有影响，然后老师知道我都没来，然后老师就可能扣我平常成绩扣很多，他没有出席分数，他也不点名的。对，反正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又要再重修一次那一科了，讨厌。只是你可能因为要练习的关系会比较累哦，就是要一直跑来跑去，的确是。我以前也是有一堂叫做音效，但是我在他面前离开考试，我看旁边的明明就会过什么啦，这不对吧？蒋玉这不对啊，这不是。他怎么知道你翘课？因为他知道我。就是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好难隐藏哦。每个老师都认识我，哎，就是很讨厌，为什么他们都记得我，都对我很有印象？我明明只，就我可能就我只我可能第一次修他的课，然后可能就是我第一节课一定会去啊，然后第二节课可能有时候基本上我也会再去一下。我是到我通常到。接近中间的时候才会比较翘，对，就是他们只要看我看过我一两次，他就知道我是谁，他们就记得我的名字了，超扯的。然后上次发考，就是我之前那个发考卷的时候，就是老师要大家过去报他们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老师再拿考卷给他，然后我连名字都还没讲，我才走过去，然后他就直接把我的考卷拿给我，说贾一真考得还不错，这样子，我就想说，哼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超傻眼的，他怎么知道我是谁？而且他都说考还不错，然后还挡我，长太高的关系有可能。谢谢658的雷茶，我肚子好饿哦，我是不是真的该准备午餐？我想要煎蛋饼，要不要？那算了，不要喝。都记得你是那个什么？老师骑在直播间，没有那么恐怖啊，这太恐怖了吧，不可能。昨天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影片，小孩子传给我，好啊好啊，我看看。不可能啊，他看起来不会是我们粉丝，不可能不可能。今天的发型哦，我绑了一个包包，你有看到吗？绑了一个有点垂垂的包包，好好笑。反正托在老师的福啊，再修一次那个课，真棒。露日一笑笑 ，Hello， 哈喽阿贵仔，老师在这里被提及率好高，那糟糕，我这样讲了，我之后会不会更难过？很可爱的印度人。好，之后再看。
再去见他一次，没有哎、欸。我不想选他的课了，我想要换一个老师。我不想选他的课，但是另外一个老师，哦、另外一个老师也当我，也当过我好几次。怎么每个老师都喜欢当我，讨厌。我跟你讲，另外就是我不打算选那个老师，我打算选另外一个老师。但是另外一个老师在我大一的时候，连续当我两学期，而且我都没翘课哦。他那个课。那个老师的课我基本上我几乎没有翘过哎、欸，我基本上都有去，就是真的就是我大概可能一整学期只有一次没去那样子，就他那个课我几乎都有去，虽然考试成绩没有很好，但我都有去，我超给面子的，我超给尊重的，结果还是被那两次，哎呦，还是连续被那两次，太惨了，太惨了我。为何当我？因为我那个我那堂课虽然都有去，就是都没有翘课，但是我考试成绩不太没有很好，所以通常当几个人，三分之一吧，十几个，哎，四分之一啊，十几个，就一堂课大概50个人嘛，50个人通常大概当个15个左右。有一个老师很恐怖，他当一半以上，哎，就我们50个人修他当30几个人，超恐怖的。最后过的就只有10几个人，超恐怖的。那个老师的课我直接不修了，我直接退学，太恐怖了。你可以给弟弟看，因为那音乐是动漫的，超好笑。好，给他看。叫我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肚子饿了，你们不是要买午餐？不知道，你干嘛嘞？不知道啊，还没看呢、啊。大四日文课的老师说，有学分困难的可以在期末考卷上注明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也要，我他没分考卷，我要注明，我学分困难，拜托不要当我，我也写老师不要当我。豆圆粉丝去跟老师求情，不要闹，太恐怖了。那么多很多是不是 ？Hello Ben， 我们之前大学偷仔喽，然后撕下来大家秒切荧幕。问问你刚好跳出来，哦，这真的蛮尴尬的。我是特地留我电话给老师，真的。哦，你还留电话给他？为什么？他会打给你啊 ？Hello Ben，Hello。但这么多人不会被系主任约谈吗？不，没有哎、欸，他还是过得很好啊。我们那个老师真的是当超级多人的，就是，但是他教的很好，他教的很好，但他当很多人，而且他作业爆炸多，作业超级多，所以大部分人都会直接退选他的课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可能原本50个人上他的课，然后。就是马上就会变成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因为他那个是必修课，就可能原本就一个班大概50个人嘛，所以原本是有50个人应该要去上他的课，但是最后他那堂课去的人大概都只有10个左右，就可能12个、13个这样，基本上没有人要去上他的课，因为他课太恐怖了，而且作业又超级多了。弟弟没有上课，弟弟没有上课啊。他是在家吃，在家混的一个学生，对，有些教授是大刀，真的，他那个真的是大刀，恐怖，用纸笔换学分，可以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多签几张给他。哈，老师真打给你，有那么猛？总成绩？哦，他跟你讲总成绩，那你有过吗？结果你有过吗？留电话会通知我们分数，所以你有过吗？我都上班看一阵直播，被老板排见了。哎呦，老师只有问我们，你用学校滑鼠键盘不会很卡吗？哎、欸，你们老师还不错嘛，你们老师蛮有趣的、啊。
喜欢过，那么好，真好，拜拜。这样很好啊，这样其实，哎，那老师还蛮佛的嘛，八十几分，还是说你考很好 ？Hello， 花生神魔术，午安。Hello， 毛良，午安。嗨，加速，午安。我之前经济也被当，纯粹是因为老师不爽我。我真的觉得，我也觉得老师就是。我真的是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嘛，我大一的时候连续被那个老师当两学期，一个女老师，我觉得她还是不爽我，她还是对我印象深刻啊，每次都点我名字这样子，我觉得她还是不爽我，完全觉得她就是不爽我。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，哈？为什么？不是啊，老师不都喜欢学生坐第一排吗？你知道我们班都没有什么人想坐第一排，我们班通常教室都呈现一个后面人都挤满满的，然后前面全空的那种状态。我们上课基本上前两排都没有人坐，都是后面都坐满满的。怎么会有老师不爽坐第一排？怎么可能？好奇怪啊！谢谢花生什么说的擂茶。当学长的优点就是可以把功课留给学妹。可以给我男友一份吗？最好是。真的假的啊？骗人。怎么可能？我去问他自己说的，哈哈，怎么他骗你的吧？啊，你成绩怎么样？你都有考及格吗？怎么可能不爽坐第一排？我觉得他乱讲，哎，他好奇怪哦。我们老师都很想要有人可以坐第一排，但大家都不想坐第一排。居然有老师不愿意坐，居然有老师不想学坐第一排，还蛮神奇的，其实。没有遇到过这种，哎，不对，我也遇到过一个老师，超神奇的，就是大部分人都坐后面，然后有几个人跑去坐第一排，然后那个老师就说：“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啦，你坐后面一点。”那老师就这样讲，超好笑。然后他们几个坐第一排的就默默往后面坐，这样子。我都及格也全勤啊，真的假的？那好奇怪哦，他真的是单纯不爽你的。鼻子好不舒服。我也都及格啊，那课虽然我一直翘啦，讨厌。我是觉得又没有点名，为什么？还会因为翘课被当，难过。工具人还是有分 VIP 等级，原来如此，是不是？下学期我就继续坐第一排做自己事，真的假的？那你还有被当吗？坐第一排通常不会被当。对啊，我也是认为坐第一排通常不会被当。不过我真的就是。这真的也是有遇过一个老师是嫌学生离他太近加他们后退，这也是蛮有趣的。Hello 泽公，哎，嗨泽公，李宝宝来了，你好。谢谢夏夏的 love。 下学期他不敢当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不敢当你？可是你都在做你自己的事，他不会更不爽了。生写定好了，要吃饭缴费，谢谢啊！我还要发那个对不对？业配文，我在想我要发哪张照片？你们想要那种？你们想要半身照？我觉得全身照拍的没有好看，所以我不打算放全身照。嗯，你们想要半身照还是我的自拍照，还是都放，应该是都放对不对？
全部好，我就知道。因为我有偷录音。哦，真的啊、哦？你说上课偷录音吗？那不算偷录音吧，本来就可以录音，不是吗？谢谢生气糖的真情告白，谢谢。爱心。我大三有一门课都只去期中期末也给我过，嘿，太好了吧？哎、欸，我那个很常跳的课，我也都有去期中期末啊，而且还不止，我还不是只去期中期末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花蛮多时间在那堂课上面，你知道，那堂课老师很奇怪，他除了平常上课时间以外，他还另外多加了某一天的中午，某一天的中午也要花一个小时去那边，就是。去那边，他原本是说要检，就是检讨考卷，但是我们去那边，就是他是找助教来，但是那个助教完全没有要跟我们检讨考卷，都要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反正我还是我那个都有去，我还有特别留下来去那个中午的，不然我就回家了。我还特别有去，结果还是挡我了。可恶！啊、哦，成绩表、出勤表都拍下来，那的确不敢当。他到底他没有理由当你啊？那为什么可以当你？太奇怪。Hello， 李宝宝、芊芊，我 Hello， 李宝宝。Hello， 芊芊，谢谢芊芊新知冠。嗨，谢谢芊芊真情告白，谢谢。谢谢祥玉的真情告白 ，Hello， 助教不做事不是蛮正常的吗？是没错，但是我还是有特别花时间去啊，因为那个助教虽然根本不做事，但是他还是有点名，就是老师明明叫他要检查考卷，但他来就只点个名，然后就开始玩手机，都不理我们。谢谢。我还是有去，结果他还是挡我了。哦，录去问他为什么被挡，太奇怪了吧这个。哦，我也想要去问为什么会被挡，但是我不敢去问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就很尴尬的感觉。合照会用抽的，你不要买啊，抽的几率很小。他那个抽是抽几个？其实我不知道，一个成员只抽一张吗？不用跟我一样拍了。可是我也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被挡啊，很奇怪。虽然大概也猜得出来了，应该是我敲黑敲太多，但是他没有点名啊，傻眼。哎，不是啊，他有点名的课，就只有他多加的那个中午时间他有点，那个我都有去，我都有点啦、啊。啊，他平常上课，平常我翘的部分他都没有点的，那为什么他挡我？机制还没出来哦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，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用的，我也不懂。还是要买一个一张，不然怎么会有你升仙？一张就会有我升仙了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厉害 ？Hello， 思远。这次四代豆豆的，哈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去？为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会不行？六日哎、欸，哎哦，你要刚好要在那个要在营区。可惜耶，买个几张意思一下，抽抽看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应该是说，你就照平常那样买啊，就看你们握手会要几张嘛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不用特别，为了抽买更多。握手会还有半年的时间，哦也是，还有好久。刚好卡到，哈，考试啊，完蛋，怎么办？
喝茶会多出来的。口罩会做出来的，什么意思？嗯，可是不是，不是也是一样，一张专辑一张卷吗？不是吗？还好还好，有点，就这边很不舒服。听说不能休假，哈，真的假的？讨厌，不行啊，这样好可惜。我还打算，我还想说我握手会要穿的仙气一点，虽然还早啊，我大概想了一下。第二种版本的单，哦，是另外一张是吗？另外一张的意思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以为是，是啊、哦，我以为是一张，就是一张专辑，我以为是同一张专辑里面有副握手卷跟那个抽合照那个卷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以为是这样哎、欸，就只收录一首歌曲，真的、哦、哈。啊，多少钱啊？一样吗？只收录一首歌曲的跟那个就是一般那种六首的价钱一样吗？是啊，没有握手券，抽合照的没握手券，还不知道多少哦。真的假的、啊、真的假的？那有握手券的那张算那张 CD， 就没有那个拍照那个卷是不是？哦，还没写价钱，不知道，哈哈，了解。对啊，这样好复杂，这样要买几张啊？就是这一款要买好多张，这款要买好多张。天哪，下礼拜就要登记了，下礼拜就要登记了啊？不是还没卖吗？所以还没有买就可以登记了。为什么？不是还没开始卖吗？所以才说是去抽你身险。了解了解，但我觉得合照有点困难吧，那个。不一定能去拍照，为什么？有工作是吗？ Hello 玄阳，下礼拜就卖了，但是下礼拜才刚卖，怎么就要填了？不是，哦，就是开始可以填，那还没截止这样吗？直接跟大户拿生鲜，也是可以呀、啊。单曲是17号发售，嗯，哦，有这个我看到。我看到九月荷包大师写，真的恐怖，好想跟你合照，想跟我合照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呀、啊，快点在路上抓我，我就跟你合照。没有啊，不行，你在路上抓到我都会是像这样子的，都会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的，非常的素，非常的邋遢，头发很乱，长丑丑的，丑丑的我，你在路上看到的都会是这种丑丑的我，没有打扮的我。对，好啦，你还是不要在路上抓我好了，不然你在路上抓我，我也不会给你拍照，因为太丑了，不行。既然要拍就要是全副武装的，就是要化美美的妆，打扮的漂亮，穿好看的衣服。整理好头发才可以拍。我现在太丑了，不行，路上不能抓。你路上会抓到我，都是像现在穿着非常的随便，然后头发又乱的，然后又没有打扮的人，不行，丑丑的不行。
用宝可梦球抓啊！哇，这样我就逃不出来，我被你收服了，怎么办？直接被收服，这样好像也不错啊，直接被收服，这样子就随时哎，随叫随到，随时把我丢出来都有，是不是？自带化妆品加衣服加整头发道具展品吗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你抓完我之后，你要先等我打扮完才可以给我拍照，大概要30分钟。每天都那么帅，就是为了遇到你跟你合照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哇，哦哟，可是我好懒得打扮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你可以在活动结束当天去路上抓我，我就可以跟你合照，因为活动那天我一定会化妆，我一定会打扮漂漂亮亮，对，所以活动结束那天，所以活动那天我一定会打扮漂漂亮亮的嘛。所以就是说活动结束后我也不会马上卸掉什么的，就是那个，对，就是你可以在活动结束后找我拍照，这没问题，因为这种情况就是活动完那种情况，那个都是完美的，你懂吗？就是都是打扮完的，所以可以活动结束后活动很开心，开始要抓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。你们要抓就活动当天再抓我，不要平常，我平常很丑，平常不要抓我，平常很丑，漂亮的时候再抓就好。去吧，贾一丹，决定是你的。可以。那我还要想个绝招，我有什么招数？妖术，然后施展妖术。路上遇到直接抓去弄头发加买衣服，可以啊！你要带化妆品哦，我还要化妆，我要化完妆弄完头发，然后换好看的衣服，你才可以跟我拍照，不然我不会跟你拍照。活动当天也很难抓吧？就回家的时候啊，不行，我这样讲好像不行，我在引诱你们做坏事，这样不可以，不行，好啦，你们当作没听到，不可以这样不行。这样子你们会被那个，会被干嘛？黑名单哦，还是什么？反正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不可以害到你们，不行这样子。谢谢欢迎在这擂茶，如果在路上。遇到你应该会说这些甜点吃起来都看得好吃，哎，这，这是什么话？那我就是，哎，那我也可以吗？我可以一起吃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你可以给我一笔钱，然后我去请卢卡吃大餐，有没有？不错吧？我就请卢卡吃大餐啊，顺便我有一份这样子，这样我还可以接受。这样可以，每天都带佛光灯在路上走，你会想干嘛？真的假的啊？认真啊、哦！你真的带佛光灯在路上走？被人邀请上舞台表演就可以用，就可以把我丢出来表演，快表演！他就说你跟陆凯一起吃哦，真的吗？好好好，我还以为他要我去买东西给他吃，这样不行，我也会想吃哎、欸。我不干涉，当然是你们吃啊啊、哦哦，没问题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怎么可能？对嘛，好多怎么可能？整天带补光灯在路上，你骗我，我还相信我刚刚真的是，我刚刚真的有九成相信你，九成相信了。我想说，补光灯就是随身携带补光灯，好像也没有很奇怪啊，对啊，就是虽然我不会啊，但是。如果真的有人随身携带补光灯，好像也没有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拍照偶尔还是会用到啊。可能比较喜欢拍照的人都会随身携带吧。当然我不是那种，对，我没有很喜欢拍照。你也可以请嘛，那你要给我多一点，你要给我三人份。对，可以一起，你要给我三人份。北车地下二楼到处晃。为什么是地下二楼？
不一定吧，高铁站又不是只有那个地下楼。我可以加吗？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嗯，对啊，车站又那么多，而且我会到处晃，我还会晃到地下街去，各种到处晃，给五人份，顺便安安一起去也是行。五人？那我还找谁？我找发发一起去哈。五个人啊。Hello 一超 ，Hello 旅馆，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什么？你给我五人份，那么好。五人份，我要找谁啊？你能跟爸爸说吗？还不错熟啊。就是虽然还蛮少见面的，但是还不错熟啊。哎，自己可以包两人份。什么啊？我可以包三人份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嘿，我跟你讲，我的食量绝对比他们都还大，绝对 OK 的啦。我哎，你说他两人份，那我就三人份了。我之前还没分组的时候，还蛮常跟爸爸出去吃饭，其实。后来就是现在分组之后就超少见。假宣真什么？哎，你打错字了。哦，我自己说了是吗？我食量肯定比他大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你不知道我的食量比他大吗？我记得他上次不是，上次他不是很常去吃苦辣吗？很常去吃火腿寿司吗？他不是通常都吃七盘八盘吗？我都吃十二十盘的，拜托。我上次跟卢卡去吃那个寿司啦，卢卡只吃三盘，我吃几盘，我好像吃十几盘的样子。哎，我吃几盘呢？卢卡只吃三盘哦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吃过午餐了，我们那个时候是下午去吃，对，所以他说他吃下午餐，下午前的前就好，藏寿司比较好吃。你说苦辣吗？哪有，我比较喜欢寿司郎，因为寿司郎有那个我很喜欢吃他那个赤虾，我很喜欢生的虾子，好好吃。我喜欢吃那个虾子，对，就是，就，库拉好像没有那么大只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有点忘记。等我起来吃虾虾，小心点。我要让你吃掉，我会把你吃掉，我的饲料，我的饲料就是你虾虾。我们快乐帮有人在寿司店工作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夏夏不要走，不要跑掉啦！我现在还没有要吃你，过阵子肚子饿的时候再吃，先放着，先留着，留到我需要再吃。因为我记得库拉寿司没有那种刺虾，就是那种很大的生虾，但是我喜欢那种，所以我基本上我都去吃寿司的，对，下次再抓虾下去炸，不用啦，我说生吃它就好，你直接把它切片给我吧，
不用煮，不用煮，不用煮，不用炸，直接我生吃，我生吃。李真，这样还是养得起，真的、啊、那么好，储备粮食，对对，留着下次再吃。啊、哦，真假？真的假的？娇娇在寿司店工作，哪一家、啊？逃离被诈骗？对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我救你耶！我哎，被炸很痛哎，被炸很痛苦哎，不要不要！你看我让你不要被炸，就直接我直接生吃就好了，不用被炸，我把你救回来了，我不让你被烤被炸，我就生吃就好。你一包下肉很老，也不好吃啊、哦！真的假的？哈，为什么？是啊、哦，我没有吃过，我不知道你吃过、啊。直接被咬不痛啊！我先把它，先给它断了之后，我再咬。好可怜啊、哦！好痛啊、哦！天哪！啊，好可怜啊、哦！没吃过哈、哦，那搞不好很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个 Mina 粉丝在寿司馆工作，真的、啊。那我下次带 Mina 去吃寿司馆。叫他们请我好不好？可以。有些要被吓死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先打昏。好啦，我会给他打麻醉，好不好？打麻醉，打完麻醉我再把他。对。他会请，他在哪家、啊？娇娇在哪里啊？他在哪家？哭了还是苏西楼？还是都不是？美登利，哎，你们去过美登利吗？那个在哪个？你叫什么去？忠孝复兴嘛，忠孝复兴站哦，忠孝复兴在那边前阵子新开的那个寿司店，叫那个叫美登利。上寿司吧，只是台中啊，在台中啊，是哦，好吧，带 Mina 和 Luca 一起去我刷卡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真的 ，Mina OK 的啦，哎 ，Mina 一定会为了吃过来的，我只要说请你吃东西，他就会好啊，好累了 ，OK 的啦，那个很好抓，没问题。麻醉会残留，我会洗一洗，好吧，我会洗掉，我会先帮你打麻醉，然后帮你之后，我再把它清干净，清理干净，洗干净这样子，还要泡水，把那个残留的东西把它泡出来，这样，好恐怖啊、哦！天啊，你会不会睡不着觉？哎呦，而且我觉得我觉得这方式还不错，麻醉可以泡出来啊，把它切半切片之后去泡水啊，把那个味道把它泡出来，可以的吧？应该可以的吧？今晚会梦到被我吃掉，那也不错、啊，应该很多人想被我吃掉吧？是不是？嗯，对吧？是不是想被我吃掉呀？对吧？明明应该蛮多人想被我吃掉的，对不对？小小你很幸福了，你可以先被我吃掉，不错吧？你看，好羡慕啊！看到没？你就很
明明就很多人想被我吃掉。谢谢你家的老母 ，Hello。对嘛，羡慕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哎，现在大家都羡慕你耶，厉害吧？不错吧？你要改名了？你要改什么？会在直播上说要把饭吃掉，我是看过你没有这样说，对吗？所以不只有我，我也可以把你们吃掉，而且我会用很温和的方式，我会先帮你们打麻醉，然后再把你们那个了，对，我还会帮你们打麻醉都好，然后吃之前处理一下就可以了，把那个麻醉药泡掉，麻醉药水泡个几小时，应该就会泡出来，可以的啦。被我骂，为什么？我那么爱骂人吗？梦到被我骂，我是太常骂人，然后你们都梦到被我骂是吗？傻眼，我那么凶吗？第二位是我，对，我要把你们吃掉，吃光光，吃得干干净净的。把我吃掉，我会变成你肚子上的肉，没关系啊，我的肉不差你那一点，没问题的啦。要被我念是吗？Happy shrimp， 快乐虾耶， yeah! 好快乐的虾虾啊、哦！大家很快乐对吧？啊，好好，你家的你去休息吧，我要关播了。对啊，一点多了，我要关播了。你家的去睡觉吧，我关播了。虾虾真幸福。嗨，虾虾，快乐虾虾，快乐虾虾开心吧。狂念的那种念，真的假的？我那么凶啊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我那么会念人是吗？我是蛮会念人的啦，就是弟弟不乖的时候我一直念他，但是没有想到做梦也会梦到念我念那么做梦也会梦到我一直念你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今天看到几点？今天看到现在，看到一点。第十名，花生什么树？谢谢。第九名，米加乐，谢谢。第八名，悄悄，谢谢。第七名，朱林恩，谢谢。第六名，畅婷，谢谢。第五名，第五名跟第四名，哦，同一个，排名一样。好，那第四名，芊芊跟生气糖，谢谢。第三名，我念错了，傻眼。你们是第三名啊，第三名是芊芊跟神奇糖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快乐虾，谢谢快乐虾，谢谢祥宇。第一名落日一下笑，谢谢，所以我后面都念错了。第十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。好，对，卢卡断过，没关系。弟弟跟你会吵架吗？超会啊，好不好？整天都在跟我吵架，真的是受不了。提醒一下他，可是我的手机在直播我没办法传讯息给他，我没办法，我不知道怎么传，我没有多一只，我没有另一只手机可以传讯息。你们提醒一下他，快点。我拿到补清卡吗？没有哎，我不知道怎么拿，在哪拿？我不会拿，我没有用过，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我不会用。去密他一下，可是我怕我密了，我直播会跳掉哎，因为我现在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手机直播的，我怕我切画面，等一下直播就跳掉了，就拜拜了。谢谢小绿和牙妹的 love， 不然我试试看。
哎呦，你看他等下跳掉了，我就拜拜喽。我也觉得会跳掉哎，我觉得好危险哦，算了，不要了啦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等下跳掉了。我觉得会跳掉，太危险。我刚刚先稍微切了一点点，然后他就有点卡了，所以就不敢。补签卡，补签卡到底要怎么拿？不懂。我不会拿补签卡。他自己会自己出现在我这是吗？前不是前十就可以拿了。我上次第八名，我上次第八名，那我应该有啦。我上次在他那边丢到第八名，所以我应该有补签卡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，系统会自己发。那我要去哪看呢、啊？我的背包就有了是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关播，我去看看我背包有没有。前十很容易啊，前十随便都丢得到。我上次随便丢就是前八。信息那边会得到的，真的、哦。信息那边 ，OK， 我去看看。亲爱的，有了！恭喜你在宫田流家直播间获得一张日榜奖励五千卡。哎，我要出门了，我等一下还要去那个做实验。然后走了，拜拜。我看到了，我收到了，我收到了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嗯，戳到自己眼睛，拜拜。